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？中国人怎么不行啊？我说外国人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一定要自己搞，一望人家的高处。作为我们科技人员，一望人太久了，吃惊招喜。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航天迈入航天强国，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。